出租之后拿一根新的，拿一根新的一个新电线，我们从这边，你到这边，从这白色的这头啊，白色的这头从这边穿过来，然后这边手扶一下，从这边这个洞，从这里，你看见我就看不见了，穿过去，然后一直穿，这里，上面这里露出来之后，然后再走下面，走到下面去，好，然后这边再接上去，接上去的时候吧，两边不一样的是这一边，再一个卡的，一个卡在这手，然后卡到这上面去，听到巴嘎一声，然后把它推到底，然后再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。